有看到烛火吗？那是美心的原声。烛火怎么样？火在闪烁，代表他现在魂不附体。还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美心吗？那你要找，看有没有你女儿的痕迹，看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。慈姑观音会引你门路。有光就跟着光走，有看到什么就讲出来，看看有没有美心留下的东西。看到什么？纸船，船是不是飘在水上？水是慈姑观音在引路，跟着我念：水能通灵，船为摆渡，恭请慈姑观音引路。现在嘞，放水灯的河流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？河上有沙洲。沙洲是慈姑观音的化身，她要当你的路，你走过去。有没有看到特别的地方？看到一座桥，那很接近冥府，留意脚步，继续跟着光。不要管桥下的人，他们在受自己的业火。
阶梯，那你继续往上走，那是通天梯，跟着我念心咒，恭迎慈悲观音，度世人显四方，恭迎慈悲观音，度世人显四方，恭迎慈悲观音，度世人显四方。杜先生，这是地狱惩罚罪人的地方，这边和你没有关系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赶快走过去。别担心，你女儿不在这里。生前都是罪人，不用同情，你只要看好自己的脚步。不要停下来，继续走。看到什么树？那是你的本命树。想见到慈悲观音，要先内观自己，你要走进自己的心。这边看到的就是你的内心，你要找到往上走的路，这条路会带你走到内心深处。那边有你的元成功，你的元神就在里面。等一下，你要用元神去感应慈悲观音。看到门了吗？进了门之后就要靠你自己，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理他。有什么事情就念慈悲观音的心咒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有死路。慈悲观音封死了一条路，就一定会指引一条更好的给你。哎，哎，杜风雨，看这里，是我啊。几年不见，都不记得我了吗？你还记得那朵花吗？我种的那朵，那女孩好喜欢那朵花，天天盯着她看。每次掉了一片花瓣，她就拔自己的指甲去重新完美它。花黄了，枯了，她就拿自己的血来浇，终于让小花开花结果。他就是那么宝贝他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小花终究是小花，结了果以后他承受不了重量，终于还是被压死。很遗憾吧，但我们都是作者，不是吗？现在还有机会救他，
去吧，就在前面，去挽回你的希望。驱除了那些魔障，现在慈姑观音亲自显身，美心的魂就在这里，你要诚心对慈姑观音发愿，来帮助你的女儿。受因果业所困，心神蒙蔽，此赴渡风雨发愿，愿现我光明，化爱女心头阴霾。
人已经回归了，接下来是最后的祈愿，从哪里开始的，就回到那里做结。现在算是完成了，最后诚心的叩拜慈姑观音，只要慈姑观音感应到了，一切就会圆满。来，叶妈妈，你再说一次。我们每次这样拜过以后，身体、心里有没有感觉比较好？是很舒畅，但是吼，怎么了？拍谁？我只是想问，对我们家弟弟是不是没有效？他已经重考第二年了，我每天都有在办，都有在求，但是他成绩还是没有变好。是不是要补助补功德金？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做，我会更努力办。麻烦老师跟我说要怎么办。不要紧张，这个一定有方法，我会再教你。拜托拜托，何老。我想确认一下，你告诉我的方法真的有用吗？有有有，一定有。我都有在念经，可是那女的还是不肯跟他离婚啊。我们有都有在一起念了。我们念这个要真心诚意啊。真的有念了，有缴钱，到底。你这个神棍，那个符根本没有用啊。先生，我有录起来哦。10年来，我每个月都缴这么多
你明明说可以多活两年的，现在人都走了，你最好解释清楚，不然我一定告你。喂，陆先生，好，你听我说，你先把蛇酒准备好。你家有没有浴缸？有，好，那就在厕所就可以了。叫美心听话，照我说的做，一定会好。别担心，要坚定，心诚则灵，你知道吗？喂，你好。哦，杜先生哦。啊，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个哦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紧张，这种事情急不得。这个仪式本来就是轻者当日，重者七日见效。你要对美心有信心，你要有耐心啊，不要去打扰他，让他慢慢泡，不要开厕所门，好吗？好，那你有问题再打来。我都在，我一定帮忙啊。5月29日，下雨天，妈妈很久没有回家了，我很想她。我忍耐比较苦，可是越忍，胸口越不舒服。有一天，就又开始不能呼吸了。爸爸说，这次不用看医生，明天我们去看何老师，病马上就会好。但是爸爸一定不知道，我已经有治好病的方法了。我已经折了好多好多郁金香了，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放满整个房间了。可惜爸爸最近都忙着拜拜念经，没办法陪我一起折。只要折到和故事里一样多的郁金香，我的病一定就会好了。病好后，我要继续练唱，变得更厉害，唱得更好。然后总有一天，一定会实现我的生日愿望，变成大明星，让爸爸妈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我唱歌，大家开开心心的聚在客厅。我好喜欢那个时候。
受着心酸，纷乱的光线里，我闭上眼去看。爸爸，我们回家吧。是破浪，不见船入港。他站在码头，遥望着北方。青丝飞上白霜，心还惦着他。心里没说的那句回答，傻傻的姑娘。
那句话呢？傻傻的姑娘。